艾沃克。哎，不对啊，你上一期大师呢？啊，你这大师怎么能跟我排？现在没有那个双排限制吗？低排位的，他这个大师框不是吗？你这是上一季的单双还是？哎，这应该单双吧？单双大师只要没开牌就可以跟随便一个人排啊，随便一个拔蜡都可以排啊。那上路的线呢？就是稳定推线，后期当皮包。二鱼打关前期稳定推线嘛，然后后期裂开。好，那我大概懂了。那这把呢，我可能就是还是先往下打，因为我们克里斯打嘛。我们我从上路往下刷也行。没问题，这个前期先好好站位。还是你们有这个想法，就是说要打一级？可以尝试，可以尝试吗？可以啊，那你要带少眼，我们走吧。来来，一级一级一级。好呀，交给你了，感谢。哦，看，这是台湾人的人情味吗？哎，生在台湾真的很幸福，受不了。梅西他肯定喷你祖宗十八代，不会哦，他看起来那么友善。好呀，交给你了。这样的人怎么会是坏人呢？上路一看就是混子，他在点燃呢，你不要小看他。我跟你讲，你不要小看一个带点燃的上路，他们这把上路会掀起腥风血雨啊、哦！怎么啦？哇操！完啦，上路要被虐啦，21刀啊！小小石头人不太妙哦。又被咬咬啦，熟头！小熟头好像不行了呢。
强欸，辅助。你们看到他的 ID 吗？靠腰超 crazy 的啦！干，妈的，难怪不是个正常人。谁炸到我啊？还是我被挂？我没有被挂吧？靠呗，谁炸到我？哈？看我都没看到呢。石头被挂，然后我往他身上走。哦，好呀，魔术一丢啊！完了完了，僵尸场。小龙，看，你被看到啦！干！戏耍啊！
哈哈，技能全空啦。哦，看为什么上面那印记不见了啦！我气死我了！我刚送回，我要送回去的，它刚好消失了。我们 AD 是外挂，怎么可能？他超卡的。不用我，不需要我。好好好。开场包 C 都是骗人的，我蛮 C 的啊。没有我这把早就结束了。艾沃克，去玩你的魔豆吧，阿呆。